正月。嗯。现在是20了，年不一样了。天气是3。这都是算好的，他到时候知道吗？嗯，到时候你给他，你给我说一下公式，怎么算的？啊，就是乘，除以一下。他每个是两台嘛？啊？然后你这个什么直径的地方，当时他嗯，直径啊，这个你直径啊，对。其他不用改了哈。不太好弄，最好是弄个卡扣，这样一点一点弄吧。这中间要是有一个钉子，螺丝上面也行。把螺丝也麻烦，就弄个卡扣就行。一卡就行了。